我是毛德华，我在天津，我在天津逛街。我身后有一个博物馆，叫利顺德博物馆。我在这博物馆门口逛了一下，现在逛得有点累，我准备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休息的地方。就是这里，利顺德博物馆。我刚刚就在这个博物馆的门口逛了一下，因为怕进不去，我只能在门口逛了一下。我们现在有点累，能不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？哎，这马路对面好像有一个城堡一样的东西，好像很厉害。我们要不去这里面休息一下吧？走。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公园，小公园。公园前面是一幢城堡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这好像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园，这是一个酒店，看见没有？虽然这字比较小，但是我已经看见。走，我们进去看啊。走，进来了。这辆车啊，挺厉害的样子。北极星，好像是这个牌子，这个也还可以，这个车黑色的。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是个传奇建筑，不是阿猫狗的建筑。我们走，我们的房间在八楼，它是一共就十楼，不是很高，比我八楼差点意思，但是因为我们就住一晚，你就随意住一下吧，八楼就八楼吧。走，这边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一个城堡的内部，这里隐私还有点问题，容易被看见。不管了，我们去找房间。在这边，这里走，不用插房卡。OK， 进来了。这里还有个阳台，我已经好久没有住过有阳台的房间了。把我的双肩包放一下。这里，哎，这个阳台是打开的。这个阳台外面好像还是有一定的风景的嘛，这个楼看着就很厉害。这里还有一个钟楼，有条河和很多高楼大厦。这里好像每个房间都有阳台的，看见没有？不错，还是有一定的设计的。这里窗外是有一定设计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就是这边阳台上有一点鸟粪这些东西，有没有说法呢？厉害了，这条街好像也挺长的，不管它了，我们看一下房间。这个灯也是会亮的吗？看上去很古老的样子，看一下房间吧。把这个关上，这个有点难关，不管它。这里就是房间，太小了，这个有30平米吧，这个房间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是一些
小沙发之类的东西。这个灯罩还是有一定设计的，包括这个东西，这个灯也是有一定设计的，长得像蜡烛。它这个灯不是普通的灯，它长得像蜡烛。这里是一个阳台，我们看到了这有个办公桌一样的桌子，这里有我的双肩包，我走到哪里都背这个双肩包。这里有点假书，真的是假书，这个有点 low， 不吹不黑。这个东西是假的吧？差点意思。OK， 有人来了，我去开下门。刚才进来个老哥给我送了点水果进来。这个盘子是比较大，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啊都不是很实用，不管它。这里还有一个。有一个什么东西吗 ？OK， 有一个欢迎信，还有一个欢迎我光临。然后有什么需要，请联系他。这个是一个外国老哥，可以凑合，还凑合。我们刚才看到这边，这里一些假书。就有点 low， 我觉得。虽然这个码头还是挺厉害，但是这些书都是假的，这个两元超市买的吗？这些东西真的是差点意思。这个好像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的，懂行的可以看一下这是什么故事。这是真的书，《天津旅游指南》。大家来天津玩可以翻下这个书。这里有一定的设计，这个花纹，但是这个假书太差点意思了，太 low。 简单来说，这边是一张床和小凳子，这里有个音箱，怎么感觉是调频收音机FM AM。 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护理套装，不管它。这里有一个咖啡机和水，我搞成水喝呀。这个水是塑料瓶装的，感觉也不是很那个，很给力，也比较一般。这个水，这里是个瓷器，我们看好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进门的地方，这是一幅画，我看出来了。这里是一个镜子，下面有个盆，这是拿来放什么东西的？懂行的可以看一下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们看我们房间在哪里？房间这边，角落里，感觉是这一层最小的房间。我之前就说过了，我感觉有人老拉黑我。我最近住的房间都是非常小的，被某人暗算了。我感觉我有可能上了某人的黑名单，不排除这可能性。不管他了，因为我们就住一晚，你给我拉黑名单就拉吧。这里还有盐，你敢信？有一定设计。这里是个镜子，厉害了。这边是一些
很有历史感的东西。这是一个镜子，厉害了。这是个灯，这是一个马桶，它自己打开了。这是个电话，求救电话。当你上厕所有什么技术难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打着电话呼救。大概是这个用途。这边是洗澡的地方，这个淋浴挺大个的，这个比较少见，很厉害的样子。这里是洗澡三件套，没得说。这边是镜子，半身镜，不是全身的，全身的不长这样子。这个就是房间，我们看到有太阳射进来了，还可以，还凑合。缺点就是太小了，这个房间，这个是有很严肃的问题。这个房间不吹不黑，我们搞个香蕉吃一下。房间我没看过，我感觉比较一般，太小了，空间太小了。我很少住这么小的房间，这个房间就特别小。虽然它有阳台，阳台的风景也比较一般，这个楼我挺喜欢的，砖瓦跟我这个好像有点接近风格。阳台不错，阳台给它打5分，房间给它55分，那么就是60分，还凑合，因为我们就住一晚，你就随意住住吧。6号自行车呢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住好几晚的话，我肯定不住这边。OK，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